你好，我是阿桑。咁样咧，今日带大家嚟到呢度咧，我哋会讲啲咩咧？好多时咧，你会留意咧，依家即系睇广告咧，好多咪即系卖洗头水广告咧，就会讲啦。我哋係用無籍配方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即係坊間咧就不停去揾一啲咧即係不含籍配方嘅洗頭水啦。咁究竟咩叫籍咧？咁實在係太深啦，可能係要咧即係一個化學博士去講啦，係咪？咁所以咧，咩叫籍係一啲簡單嚟講係一啲化學物質。好多時好簡單，係我哋即係洗頭嘅時候咧，有時你發覺哇嗰、那個真係好抵用嘅，因為咧。無論你有幾多少頭髮咧，哇！我擠丁屎咁多咧，一放到落個頭度咧，捽幾下咧，哇！個頭爆泡啊，咁哇，肯定好乾淨啊，咁。咁好多時咧就係、是由於好多唔同嘅化學物質而令到我哋甩頭髮啦，即係脫髮啦，係咪？頭皮痕啦，頭皮嘅皮膚敏感啦，其實好多時咧導致我哋會有敏感或者脫髮嘅情況，都係因為喺即係洗頭水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化學物質嘅，咁籍係其中一種啦。咁好啦，咁啊除咗你話，我要追尋一隻咧無籍配方嘅，咁其實咧你會發覺咧喺外國咧其實已經即係行前咗好幾步嘅，因為咧。其實他們已經講緊一個配方咧，就係咧唔單止係無籍啊，係仲有另一樣嘢都係冇嘅，就叫做硫酸鹽收肥，即係收肥 free 嘅洗頭水。咁其實即係硫酸鹽即係收肥係啲咩咧？其實佢都係咧一隻咧，即係我放落即係頭嗰度咧，可以幫我係一個勁抽嘅起泡劑啦，或者係佢可以幫我哋咧，即係都可以清潔做到即係即係令到個頭咧更加頭髮更乾淨嘅一個化學物質。咁但係都係嗰句，如果可以揀一啲即係我哋日常應該話。其實你都成日用啦，係咪？咁除非你話你隔日或者隔兩日，不過依家都唔好啦咁熱。我自己係每日都洗頭，即係話就算你每日用好少，其實畢竟嗰樣嘢你每日都會去用啊。咁點解唔揀一隻咧？對我哋身體係好啲，對地球傷害亦都少啲嘅洗頭水，有冇得揀呢？有得揀，轉頭話你知。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款咧嚟自新加坡研發嘅產品。咁樣咧，點解你話咦新加坡嘅？之前咪介紹一啲產品係外國噶嘛？咁啊，因為新加坡去研發嘅呢一隻產品咧，其實佢同香港近啲啦，咁所以咧亦都適合翻咧香港好潮濕或者好熱嘅天氣去用嘅。咁即係適合翻我哋去用。咁啊，呢款產品咧勁啦，因為咧我都未用過洗頭水咧。都是可以得獎的，即係成個系列都是可以得獎的咁樣。咁喺佢喺2019年咧，即係得到一啲嘅獎項啦。咁一陣間再講俾你聽咩獎。咁BioRoyal 呢一款嘅產品咧，佢有四隻唔同嘅 product 嘅咁樣。咁基本上咧，要講下咧，由即係到手嗰一下咧，其實咧我都諗咗一陣，咦係咪洗頭水咧？點解咁靚嘅咁樣？咁咧，即係呢度係呢兩支啦，所以拆咗出嚟啦，咁樣樣。咁咧，我記得咧，即係收到嘅時候咧，哇，係好靚咯，即係感覺係不得了啊！即係咧，你即係唔捨得拎嚟用啊！咁所以咧，即係個包裝係咁啦，原有的包裝係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佢有嘅係洗頭水啦。咁佢有嘅即係除咗洗頭水，你都諗到噶啦。咁啊，洗頭水嘅兄弟就係護髮素啦。咁有洗頭水、護髮素之外咧，咁佢仲有兩款唔同嘅產品嘅。咁一款咧，其實佢就係咧，俾我哋咧即係沖完涼，即係洗完頭啦。洗完頭咧個頭咧，差唔多乾透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即係擠。封個 dropper 咁樣咧，滴幾滴咧，然之後你可以咧即係搓下個頭啊咁樣。咁好啦，咁啊最嬲尾仲有一個呢個勁啦，咁咧就係即係 overlay 嘅 oil 嚟嘅。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其實就因人而異啦，因為譬如可能有一啲朋友
你本身那個頭咧都是油啲嘅，油性啲嘅咁樣樣，咁我就會建議咧，你就唔好 stay overnight 啦，因為咧你會發現不得了啊！咁所以因為好潤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建議就係、是，譬如呢個 overnight 嘅 oil 咧，如果你早去洗頭嘅話咧，咁你可以嗰日唔好用呢、這、一個即係、就是、after shower 嘅，你就用呢一個 oil， 咁你可能咧，即係臨瞓覺之前咧，可以過一過水。或者咧，你係朝頭早用，然之後咧就冇耐之後過過水。總之你可以唔俾佢 stay overnight 都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啊，我啲頭髮都好鬼乾噶啦，咁樣樣鬼乾嘅話咧，咁你可以即係用呢個 oil 去 stay overnight 啦。咁轉頭可以講你聽咧，其實呢四款產品咧，即係每一款咧，其實佢即係嗰個賣點啦，咁樣樣放心都唔會喺你面前洗嘅，因為即係太驚嚇親你啦，咁樣樣。咁咧即係 BioWell 呢個牌子咧，咁佢其實佢即係 key product 都係得四款。咁有啲咩特別咧？咁除咗我哋當然，如果你話好直接啦，唔兜圈啊，就係、是、即係防止脫髮啦，咁樣樣。咁佢有即係嗰個即係嗰個保證係話你七日咧用連續我七日咧，咁你即係防止脫髮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咧？你用六十日之後咧，其實佢會即係 make sure 你係嗰個頭髮會生長得勁啲啊，咁樣樣即係 grow 得勁啲啊咁。咁所以咧又唔脫啦，又生得勁啲啦，咁樣樣咧就即係剪髮最多剪密啲啦，咁樣樣。咁所以咧我自己認為咧，其實係唔係一定要去到脫髮或者每日都甩得好勁抽嘅時候，你先去尋求秘方咧？可能已經太遲了，所以呢去到我們這個年紀呢，即是呢都應該要好好保養一下呢自己的頭髮，雖然不是秀髮，但是呢都想 keep 耐一點，所以呢就是這個系列很想去介紹給你們認識的。好了，剛才提到呢究竟即它這個品牌呢，它在即係揚威海外係嘛？佢攞咗啲咩獎都好勁抽喎！洗頭水攞獎啊！新鮮滾熱辣啦！2019年咧 ，Women's Weekly Hair Award 佢咧即係攞咗嗰個大獎啊！咁另外仲有咧喺都係2019年今年啊 update 嘅嚇，喺Beauty Insider 入邊咧佢攞咗咧 Best Hair Treatment Award 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未用過都順下個獎先啦，係咪？咁所以咧都係有即係。公信力咧，可以咧有信心咧，可以去试下用下呢个牌子啊！希望今日介绍嘅产品啱你用。咁当然啦，你话我系咪一定要用呢款产品啊？咁啊，梗系唔系啦，因为世界产品多的是，系咪？咁但系咧，希望带出到一个信息，就系咧，我自己觉得好多时候有啲产品系我哋每日都会用，虽然未必用好多，但系好多时咧，当即系身体每日都会接触，虽然个量好少啊，但系你积少成多嘛。咁我哋好多时候会忽略咗嘅，即系譬如举例如果你好日都唔曬太陽，你一年咧只係有兩次會曬太陽，即係同朋友遊船河去搽太陽油，咁可能我都覺得一年得兩次算啦。咁但係洗頭水護髮素係我哋每日都會用嘅，咁同埋頭髮呢一樣嘢咧，雖然咧即係雖然我每個月都會剪佢啦，咁但係即係咧呢個朋友咧，當佢走咗，佢唔再翻嚟嘅時候咧，你會咧即係用任何方法都想留住佢，係咪？都想有即係身體要健康啦。咁所以啦，譬如我哋即係第時去揾一啲你可以覺得譬如唔一定係洗頭水護髮素㗎，可能係沖涼啦，係咪啊？每日都會用。咁我哋都可以用少少時間，你話上網好容易，你 search 到一啲咧係。話會唔會有啲係少啲化學物質咧？會唔會有啲係零化學物質咧？並且佢對即係地球都有保護，即係冇咁多傷害啦，起碼係咪？咁即係環保啲嘅，有冇啲唔同嘅產品係幫到自己又幫到地球叔叔嘅咧？咁我覺得我哋可以選擇去用嗰啲產品啦。咁啊，希望即係今集嘅洗頭水啊、護髮素啊、髮再生啊，可以幫到你。咁照舊，因為咧頭髮即係呢一樣嘢咧，都係因為你哋即係 PM 我啦，咁話喂有冇啲即係洗頭水可以介紹下咁樣樣。實在咧，即係全世界太多洗頭水咧用唔曬嘅，因為咧頭髮有限啊。
啦，對你見到都唔太多啦，係咪？咁所以咧，譬如如果你下次你又諗，咦，唔係喎，阿桑，不如你試下用呢一款產品啦，或者你有冇呢一即係嗰款產品有冇啲咩特別嘅推介啊？咁樣樣咁都可以即係inbox 我哋啦，或者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啦，咁同埋 subscribe 我哋 EH 嘅 channel 啦。咁啊，希望今日嘅信息可以即係幫到你。咁樣記住，有咩試用嘅話咧，有咩想我哋幫手用嘅話咧，可以隨便留言俾我哋啦。咁啊，下次再見你咯，拜拜。